不要轻易相信他们说我是个花花公子，花天酒地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方式。我现在在巴士站，巴士，然后呢，我很自拍呀，然后呢，再去大娘家。今天呢，就是下班之后就回家给您卸了个妆，然后再去他家。今天有好久没见到他了，大概有两三个月吧，因为我们就是有空的时间都就是没有转到一起。你看他不要出来，他不要，全身都在看你。可是你的反抗是没有用的。哎呀，你还是出来了，嗨！那你就直接抱着他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恩人。哦天哪！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你好呀。我好想带你一起周游这个 Paris， 旅途的美好瞬间都写
心上也拉杂，不听他电话，傻站在楼下，是谁在装傻，无聊的想法，不管你在哪，请快点快点回家。